家今天过得好吗？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国道的西螺休息站，这边没注意到有一间未来商店，未来的商店哦，我们来去看看。这个是经济部工业局智慧城乡生活应用辅助计划未来超市农产品智慧零售创新应用服务系统哦，来去看这个未来商店，它有卖些什么东西呢？我来去看看。未来商店到底有多未来？来去看多元支付智慧零售商店，有开吗？哎，有哎，还有冷气。还有冷气耶，哇，它这个门开着紧急对讲机，智慧示范机，中华电信跟云林科技大学合作的南能五企业，操作说明，选择商品，热食冷藏，哎，还有热食哎，结账，付款，不能用现金哦 ，Visa、悠游卡、一卡通，哎，一卡通 ，iPad、Google Pay、Line Pay、iCash、台湾 Pay、信用卡，不提供现金支付。哇，列印发票，取得商品，我们来看有什么商品。这个怎么看里面的东西啊，空的，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花生都是花生，它是有热的吗？这是什么豆干吗？碗干鳕鱼香丝，这二号机都是空的，空荡荡的，然后饮料摆个几瓶，蛮牛、沙士、苏跑，没有吃的，还是热食都被买光了。这边是热食区吗？不会啊。来看这个未来商店，啊，结果都没有东西。要用这个信用卡或是 Google Pay 才可以打开。对，我说看他有没有卖什么吃的，结果都是零食跟饮料。嗯。哎，我在这里哦。而且他冷气还开着，这个门还开着，浪费电。是因为我们刚刚才打开，没有，就刚刚门就这样一直开着。哎，你快来看看，哎，你手机借我。未来商店，哦，冷气开那么凉，25度，还有监视系统。可是这怎么选择？选择格子的号码。并按下购物，用信用卡结账。对，好，换你开取。哦，这个就是，这个叫未来的商店，没卖什么东西，都是零食。零食跟饮料，还有监视系统，里面还有冷气。这是什么